山妖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店里其他人呢？店里的人都被神山三妖抓走了。山妖，喂，醒醒，喂，莲儿，怎么会有山妖呢？ 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。灵儿，别去，万一有危险呢？我们如果不去的话，那边的人更加身处险境啊。可是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我们可以去报官啊。灵儿，不，哎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 你没事吧？疼。你能不能忍耐一下？如果我不去的话，那边的人和他们两个一样怎么办？ 答应我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会尽快回来的，乖。灵儿。